薛国问世到今年其实超过80岁，但你如果从前身1922年开始算起，今年都要喝高涨高黑。在这段时间，他除了曾经赢得7次的利曼世界冠军以外，他还打造过很多款漂亮的跑车，其中包括1948年的 XK120， 还有之后的 C Type、D Type， 那还包括1961年的 E Type。那 E-Type 还曾被誉为世界最美的跑车，那我个人是觉得1975年的 XJS 也是一款相当有型的跑车，但如果要提及近代它最美的设计，莫过于我们今天试驾的 F-Type。F-Type 他从2012年问世到现在，全世界的大小奖项总共拿下了160个，这算是很夸张的记录。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，它算是国内刚发表的后期款车型。它除了头尾灯改成 LED 的设计以外，它的气坝旁边的导流孔也经过重新的润饰，所以它整个线条看起来会觉得更霸气，而且流畅感更棒。那内装的设计其实延续之前的样貌，那你启动引擎的时候，它中控台上面的出风口会微微的上扬，那感觉有一种迎宾的效果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跑车座椅除了采用镁铝合金打造，可以减重8公斤以外，还具有角度调整功能。在科技配备上呢，它主要多了一个 InControl Touch Pro 的8寸液晶触控显示幕。这个液晶数控显示幕呢，它除了有4核心的运算技术以外，它还有一个 4G 的 SIM 卡，而且你还可以从手机里面的 App Store 去下载它专属的 InControl Apps， 那可以连接你手机并且使用手机上的功能呢。它还有一个智慧型的导航系统，这个导航系统主要是它多了一个即时的路况显示，而且比如说你要寻找银行、停车地点，包括餐厅、加油站，都可以借由这套系统去进行操作。那当你设定今天晚上6点，比如要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，系统发现你走的路线可能会出现塞车，它还可以利用系统提前发送简讯通知对方。我曾经试驾过很多种跑车，其中不乏 Hypercar， 也就是最大马力超过800匹的顶级超跑。你如果问我哪一种动力等级的跑车最容易驾驭，我会告诉你300多匹的设定。其实因为300多匹的设定它够快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动力和马力不足，那同时又不会快到让你觉得惊慌失措。那以今天试驾的 F-Type 3.0 Supercharge 引擎为例，它有一个 Adaptive Dynamic 的系统，你只要轻拨这个拨片，它的性能表现会变得更狂放。它在借由电脑的换算下，可以把引擎的动力炸到极限。那而且试驾车款它又额外选配了跑车式尾管，所以说在全油门驱车的时候，还有收油的时候，那种清脆的蓝爆声会让你变得很嗨。一辆跑车它要发挥优异的操控特质，它有几个先天的条件必须注意。第一个，它要有很精良的悬吊；第二个，它的悬吊阻尼配置也要相当的良好；第三个，路感回馈要精细；第四个，它还有很棒的车体配重。以这台 F-Type 来说，刚才我提到的优点它通通都有。它有铝合金的车体，而且它的 V6 引擎是采用前中置的配置，也因此它的前后配重可以接近50比50。再来，它的悬吊结构是用锻造铝合金打造双 A 背，这样的好处是它的底盘能够与路面发挥最好的贴地效果。再加上原厂为它设定的跑车式悬吊，就是它的阻尼虽然不是电子的调配，但是它的阻尼的 Q 韧度刚刚好，会让你抓到在操控与舒适之间的平衡感。那在路感回馈的部分呢，它因为方向盘是采用动力辅助的配置，在 Adaptive Dynamic 切换的情况下呢，它可以自动侦测方向盘的转动每秒500次，而且它的动态稳定可以有100次的侦测。
整体发挥的效果会让你觉得这一台车开起来让人家随心所欲，而且它还有一些电子的辅助配置，比如说它还有这个 PVBB 刹车力道转换的分配系统，就是比如说你转左弯的时候，你在入弯之前呢，这套系统会自动锁住内侧车轮的转速，所以说会有点像是 LSD 作动的感觉，你在入弯的过程中就好像你有点带着刹车入弯，会增加它的转向精准度。再来就是说它在跑车式尾管开启的情况下，那种亢奋的激情指数已经偏高，而且你在随心驾驭的感觉，出弯再加速会让你觉得游刃有余，而且相当的快速。如果你对自己的驾驭信心足够，它还有一个 Track DSC， 就是说它的动态稳定系统介入的时机点会偏晚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行甩尾烧胎。379万元的售价买一辆纯种跑车，我觉得会有一种优越感。那种优越感是它绝美的身形，在路上很容易就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，而且停在其他英系跑车旁边，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拉惨。当然，0-100加速实测5.3秒的实测成绩，不是太快，不是太狂暴，但是也很够用。尤其它双座的配置，座椅就落在后轮的前方。你很容易可以达到人车一体的境界，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背脊好像装的神经，跟车回馈的讯号相互连接，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，连细微的动态变化你都能先借由身体感受，而这也是许多跑车无法企及的。如果要问我说这一台车我还有什么地方比较不满意，应该说它18寸的胎圈虽然够用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阳春。如果可以标配20寸，就是它的感觉视觉的张力可以更接近 SVR， 我觉得它会更迷人。